马上过来就。没有看到臭鼬，这个文创店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玩偶抱枕。声明一下哈，这个给鸟配音的可不是我哟，是旁边的。在这里啊，讲一个小技巧，很多的室内场馆由于被玻璃隔着，拍摄的时候会有比较严重的反光，那么把手机镜头贴着玻璃就可以拍到很清楚的画面。有好几个场地啊都是空空荡荡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外面的便利店好像是看不到这种感觉，直接奔猛兽馆去吧。这位狮子大爷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正脸瞧过我。那你看到没？哎，脚。睡。宝宝的乌龟。等一会儿，别让它掉下来。妈妈，妈妈，别让它抓不着。
我给你们指指啊，斑马在这儿。这儿，这草位在这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大象是放在室内展出的，结果就是根本挤不进去。河马也是放在室内，刚才我在室外场地等了半天，啥也没看到。首先是小熊猫馆，很多人看来还分不太清小熊猫和浣熊的区别。这个毛，这个毛看起来好。哎，怎么能在这里？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，大熊猫。手机把螺丝给它了，要四到十二米的距离，真的要把距离离下一条吗？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。下来。